晨一點半。氣氛，咁有氣氛先。巴黎。即係一年先得一次可以凌晨搭地鐵嘅，但係特別啱喎，凌晨一點鐘，因為要教會，即係依一日係我350全年唯一一日可以凌晨搭車嘅啫，啱先搭地鐵。耶、yeah. 哇凌晨車比較特別爽啦，凌晨嘅到此一遊啊！二 set 八零行東湧線，凌晨即係完。